心动在短暂契合的某一天，凭着直觉，同个理由隐藏一种特别，在触电的环节开始怀疑双眼，你居然让我如此妥协。你厌倦的这个世界，我一一脸呈现，怎么你的苦恋我竟侥幸相劝，却发现受伤有爱情我不放，从两点一线到观望时间，你恰好出现，当锋芒结束这段流浪，熟悉的光线像灰色起点落回心里。云深他还好吗？不好，除了昨天还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人，今天怎么就变成这样？我就想起昨天发生的事情，如果我当时拦着他，我拦着他不让他开车就好了。已经发生的事，我们谁也改变不了。陈乐，这不是你的错。这就是我的错。我一直都没办法原谅自己。我做梦老梦见老母，梦见我一直在追她，但是怎么都追不上。云深他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而你是他最信任的人，你更应该要打起精神。我们都应该打起精神，这样才能帮到云深。加油。我研究了国内还有国外的一些医院还有案例，打听到海德堡医学院神经中心有一个嗅鞘细胞移植手术，肯定会对云深的病情有所帮助。做了手术就能站起来吗？我不确定，现在他们正在临床阶段。什么意思啊？会存在一定的风险。那不行，我不可能让云深冒风险的。我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现在云深的病情你比谁都了解，我真的担心他有一天会垮掉的。去了海德堡总归还会有一丝希望吧。你让我再想想。好。
今天就到这儿吧，好吧，回去了，收好了。收好书本了。嗯，收好书本啊。对不起，今年不能回家陪您过年了。哎呦，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啦？你什么时候回来了，再跟奶奶一起过年啊。可是我好想您啊，我特别特别想您做的饺子、馄饨、阳春面，还有你做的薄荷酒。嗯，你到底是想奶奶了，还是想奶奶的美食了？当然是想您了。不过顺便想想那些好吃的，可惜这些东西都不能给你快递过去。等你回来吧，什么时候等你回来，奶奶一样一样做给你吃。嗯，每天都不重样。好好。嗯。哦，妮妮，我告诉你啊，你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吃好饭，睡好觉，要保护好自己，听见没有？嗯。知道了，你也是。陈乐，哎，朱医生，你怎么突然间辞工了？你前几天不是还跟我说老板状态好很多吗？对不起，我也很想帮他，但是我们只能帮助愿意接受帮助的人。你跟老板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我还有事，我先挂了。哎，朱医生，你先别挂啊。怎么了？你之前想知道那些我都可以告诉你。其实在国内治疗那段时间，他过得真的很辛苦，但他都咬牙坚持下来了，因为心里充满了希望。可是结果却又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换做谁心里都不好受。因为你，老板的状态总算有些改变，如果连你都放弃他，那他真的一点希望都没了。帮帮他吧。Here you ar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oming. Bye. I'm not drunk. Let's drink another round. Dr. Zhu? Oh my god, Dr. Zhu, it's really you! You are... I'm Mark. We met at the hospital. Let me. Are you okay? Just be gentle with me. Don't move. Okay, in a minute. What happened? I need your help. My friend is hurt and the ambulance never came. Please, please help him. Please!Please. Dr. Zhu, I'm not lying to you.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All right. Where is he? Thank you so much. He's over there. Thank you. Here? Dr. Zhu, you're so kind.
and so dumb. What are you doing? Oh, the way you look at me. So charming. I want you to be careful. Ouch. Since you're calling me names, then I guess I have to live up to the name. Hmm? Right? My beautiful doctor? Huh? Let me go! Help! Bitch! Miss Zhu, you have been accused of intentionally hurting another. It was legitimate defense. He attacked me. That's what you said. Do you have a witness or what other evidence? No, but he punched me. See, here, this is evidence. Mark is hurt worse than you, and he said you hit him first. He lied! Wait! Could you check surveillance cameras? I'm sorry, miss. You should hurry and contact your lawyer. Miss Zhu, call. I think you can have contact with your lawyer. Then you'll have to spend the night here. Only if you'll have to come up with evidence. Please, some people bring water and food. Miss Zhu, drink some water. Thank you. And some food. Okay. Miss Zhu, for you. Thank you. Wait, Linda. Mink, 你有时间能不能回来看看？
武桐这几天不怎么好好吃饭，就当帮我的忙好不好？好，不过你能先帮我一个忙吗？怎么了？我现在在警察局。傅先生，朱医生遇到麻烦了，他差点被强暴，还被诬告，现在关在警察局里，他需要律师，我们可不可以帮帮他？知道了。但现在情况很紧急 ，Mint 说他是被诬告的。我说我知道你别管他，傅云深，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什么都做不了？你到底想去哪儿？你到底想干嘛？你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啊！先生，走吧。是。啊，好。抬头望天空，生怕掉下泪。没说再见前怎么做都不对。I'm sorry, Linda. This camera doesn't work for a long time. I can't help you.Never mind. Thank you. It's okay.傅先生，我们去下一个地方看看吧。其实我们可以让律师来查的。陆律师紧急出差呢，我怕这事拖久了会出变故。
傅先生应该是这边。就是 Mint 当晚的事发地，我们已经检查过了，这里没有摄像头。雪越来越大了，我们还是回去吧。小姐你好，我是您的律师，我姓陆。你好。别担心，我答应过傅先生，你一定没事。傅先生？对啊，他也来了，就在外面。Mint， 我们走吧。他来了。嗯。傅先生，人先保释出来了，辛苦了。放心，只要找到证据，朱小姐就能彻底洗脱嫌疑。拜托你了。那我先走了。云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这是第一次出门，你对每一个艳遇对象都这么用心吗？是丽娜请我来的。敢做不敢当，傅云深，你真不是个男人。那朱医生还缠着我干什么？傅先生，外面那么冷，我们送 Mint 回去吧。不用了，上车。
Sorry, it's okay. I'll go ahead. 喂，陆律师，您好。苏小姐，好消息，找到证据了。真的吗？那太好了，谢谢你啊。你该谢的是傅先生，是他亲自找到的证据。还有，傅先生要起诉马克，我还是要跟你商量，毕竟决定权在你。好，我知道了，那就麻烦你了。好，我知道了，再见，苏小姐。嗯，再见。朱医生，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要走了，有些话我必须告诉你。那个手串是琳达帮云深收拾床铺的时候不小心卷走的，虽然我的确也没拿给你。还有一年前那通电话，当时云深昏迷了。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因为我一直很喜欢他。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喜欢他。我之前天真的以为，我只要多主动一点，多努力一点，他总有一天会感受到我的好的。可当他听到你出事，着急地从楼梯上摔下来，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一辈子也不会爱我。他没事吧？你放心，他已经没事了。朱舅，云深他现在非常需要帮助，他需要你。芝芝，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想你说，你说，不丢下。
伯母。哎，芝芝，和云生相处的怎么样呀？他愿意回来了吗？云生他……那你就和他多待一段时间啊，正好增进一下感情。伯母，云生他有女朋友了。什么？女朋友？他什么时候？伯母，我还要赶飞机，先不跟您说了，再见。楚江，跟我在一起，以后你可能会很辛苦。你考医学院的时候还辛苦吗？嗯。嗯。比在 M 国的时候，掉进裂洞里孤立无援还辛苦？更辛苦。那太好了，我喜欢挑战。楚江，你喜欢运动，可是我都无法陪你去晨跑。你知道吗？我更喜欢一个人安静的晨跑。可是我也不能陪你去登山。我本来就不喜欢登山，我喜欢看海，看星空，看烟火。可是当你累的时候，我都无法陪你。在我累的时候，你只要握紧我的双手，我就慢慢有力气了。我连抱你的力气都没了。我更喜欢互相拥抱。云山，你知道吗？在我心里，爱情不只是要分享所有美好的时刻，也要分享很艰难的时刻。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些，我什么都不怕，我只怕你把我推开，自己一个人承受。对不起。我用你跟我说对不起，但我要你保证，从今以后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一起承担。好。傅云深你好，我叫朱旧，看朱陈碧的朱，新旧的旧，很高兴再次遇见你。嗯，我叫傅云深，太傅的傅，云深不知处的云深。朱旧，我也很高兴与你重逢。又和吸血鬼居然出现了，看你的样子更像吸血鬼。看来你恢复的不错呀，都会开玩笑了啊。猴痘的实验还算顺利吗？那肯定是不太顺利了呀，考虑一下过来帮我怎么样？我要加入你们医院嗅鞘细胞移植手术的临床招募。
我理解你。作为科研人员，我很欣赏你的决定。但作为家属，我觉得你有必要再考虑一下。就是已经下定好了决心才告诉你的。你知道吗？我还没有告诉他。不如等手术成功了之后，我站在他的面前，给他一个惊喜。Mint 肯定跟我是一个心情，就是想办法拦着你。Leo，手术的事情你不要告诉其他人，千万不要告诉爷爷，我不想让他担心。好，那万一你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做手术可都是有风险的，万一你要是死了呢？我哪那么容易死啊？疯了，你绝对是疯了。不让你说，就是怕其他人跟着一样担心，怕他们跟着我一样抱着希望，然后空欢喜一场。来，跟上我。傅云深，你想累死我是不是？快点！跑不动了，跑不动了！啊！你这就跑不动了？啊！你用电的，我当然跑不动了。来来来来来，小心小心！啊！喂！快点！傅云深，你一分钟都不想让我休息是不是？Hello, yeah. This way. Okay. Fu Yunshen. Thank you. Let me help you. 怎么？你是不是想累死我啊？你作弊！来，坐吧，累了吧？嗯。哎。你这算作弊，你知不知道？这个不算。轮椅和我身体是一体的呀。如果你跟我说几句好听的话。我可以回去考虑考虑，给你按个摩。按摩？好听的话我不说，因为你实在太好了，我找不到更多的好话来夸你啊。你嘴怎么这么甜啊？那我更要小心了。如果不小心把你放出去，去勾引小姑娘怎么办？什么勾引小姑娘？在这等着，给你弄点喝的啊。热的，这么快？这家咖啡很好喝的。Your guests happy? Yes, we are. Let's go, young man. 朱教，啊，有件事我想跟你说。说吧。我准备接受手术。那如果我说不愿意让你去，你也不会听，对吧？那我如果跟你说手术的各项风险，也不能改变你的决定，是吗？那你还跟我说干什么？要不然你就做完手术站起来给我个惊喜算了。朱秀，我也想站起来，不单单是为了你。我知道你不嫌弃我，但是这里面嫌弃我看我现在就挺嫌弃你的。喂，我这种大长腿坐在轮椅上实在是太浪费了啊。朱秀，等等我。每次和你吵架完之后呢，我都想有气势的走开，可是呢，我坐在轮椅上就只能跟在你的身后了。
还有，把你吵完架之后，我知道你特别难过的时候，我就想把你抱在我的怀里。现在呢，就只能这样的抱，实在是太不深情了。云深，嗯，对不起，我现在身处在这份感情里，没有办法跟你分析利弊，但我真的不能再失去你。其实我知道我这个人也挺烦的，而且你也了解我，我不想给任何人带来更多的负担。万一时间长了，你也觉得我烦，不喜欢了怎么办？虽然这个机会只有0.01%，我也不想冒这个险。不会的。还有，我也想和其他人一样，以后能陪着自己的孩子跑跑跳跳。厚脸皮，谁要跟你生孩子？那你不愿意啊？不愿意。哎，我这个轮椅没电了，快来给我推推。拜拜。傅云深，你嘴里有没有实话？你给我等一下。快点。被脆弱包裹，摇着船背对我江南。